Hello，大家好！哇，猜一下我在哪里？大家有看到我的 Facebook，应该知道我刚刚来到 Miri 啦。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来到 Miri，然后今天很开心，就是终于见到我们的范师傅本人。范师傅本身呢，自己是一个中医师啊。我见他，我认识他是6个月前。6个月前，所以我们都是在线上见面的。今六天个月吗？没有啊，大概5个月，五个月五这个样月啊。啊，所以今天呢很开心，就是我想要访问我们的范师傅，因为他是个中医师，到底他为什么会这么认可我们的这个 Aura Pants，到底怎样帮助到很多人？所以之前我们见面呢，只是在线上哦，就是没有见过本人的。这是第一次我来 Miri 啊，终于可以看到他本人了，是啊，所以抓他来我也访真问一正的下。才能看到本人。啊，嗯，嘻嘻的感觉是什么感觉，知道吧？哈哈哈！大家有没有听到我讲话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以帮忙帮我跟我给我知道一下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啊？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有没有。OK，我稍 check 一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刚才突然间，我要稍 check 一下，有吗？有听到声音吗？OK 吗？有了哈。好，来，我们的范师傅来跟大家讲一下，中医师啊，他是在米里的一个很美的一个中医师的一个叫什会么说会所啊，就是帮人家做很多治疗的一位中医师。来，我们的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为什么你觉得这 Aura Pants 你这么认可？一开始你怎样接触到 Aura Pants 先，跟他们讲一下，其实嗯。我是调理我的一个顾客，我是给他做正骨推拿这样子的，嗯，然后认识他已经3年多了，就他不是按照我的方法来调啦，但是他1个月2个月可能来一次啊。就是嗯，比较痛的时候才来，你是说你的顾客我这么一个顾客，啊？OK，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讲了，就是 Mary 对，啊，她的有脊柱侧弯和颈椎移位的问题嘛，哦，OK，然后就经常头痛和嗯。后背呀、腰酸这种疼痛的一个现象。OK，每次她来找我调理了，我们就这样的慢慢变成朋友这样啦，顾客这样子。就是今年的4月份还是 MCO 的时候，他就是又来找我一次，然后我就对，感觉他的后背有点不一样去，哦，我一开始我就发现有点改变了，你但是看他来找你多久呢？多少年了？他是你顾客多少年了？他是我顾客至少3年多了，加上今年我估计有4年了这样哦，子。4年，OK，然后，就是今年他4月份的时候，他有一点改变他的后嗯背，嗯，所以我就有点疑惑，我说，不可能调3年没有什么进展，怎么最近突然有进展了？我问他，我哇，说你有什么去找什么高明的大师去调理吗？他说没有哎，他说我们啊，还是一样来你这里调理吧，就该 OK，做瑜伽还是有做瑜伽一样啊。对。我自己在那里面疑惑了，我也没有讲太嗯，多，我就 OK 了。过了1个月到5月份的时候，我一看完全不一样了。他啊，不单单是背平了，那个脊柱侧弯的那个弯度也变小去，哇哦，所以我就还是一直很好还奇，迷惑和好奇，你知道嗯，我到底用什么东西，还是怎样？嗯，他后来他告诉我，他说接触了一个理疗型的科技型产品，日本的，嗯，嗯。是通过朋友那个沙发的朋友，对，啊，就是这样。我说有这样神奇，真的吗？啊，就不觉得可裤子怎能，么可以这样神奇？一个就裤是一子，个裤子所一以你就脱，开怎始去么了可解这能？裤啦，对我吗？就追问他，我说到什么来的？哦，这就什么是，材料嘞？啊，然后，他就跟我讲哦，光电子啊，什么陶瓷颗粒呀、啊，呀，它出来的效果是嗯，远红外线功能啊。他一对。讲到远红外线功能，我就明白了。哦，所以过后你就研究了这个 Aura Pants 光电子，你因觉为得怎样帮到呢？他一嗯，说远红外线功能，它就是有这种温热的效应嘛。对，我是觉得啦，因为是早前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中医里边的理疗设施产品很多都有远红外线功能，这种嗯，功能啊，但是都是区域的一小部分而已，啊，什这么膝盖呀、颈椎
腰而已。OK，那你怎样觉得 Ara pants？ 因为 Ara 是比较长嘛，是不是？你这样你觉得 Ara pants 跟外面的，不是讲外面，就是说它的特点在哪里？你很喜欢的，因为它现在也是有介绍这 Ara pants 给他身边的人都有很大的改善，所以到底是你认可Ara pants 是因为你发现了什么？我觉得啦，是当时他说的远红外线效应。因为在我们中国的时候，那个远红外线效应就做成那个种理疗医疗，或者是理疗型的照灯那种远红外线。啊，对，这个就是。但是它做成衣服了，我第一次听说啊，你穿在身上，整个身上就有这种效应了，懂吗？啊，你看现在还是穿在身上，全身都是。所以我是觉得啦，只要有这种效应，就像晒太阳一样。就能去除我们身体的外感六淫中的三淫，湿啊、寒啊、风啊这些，就是像空调病咯。你每天你不是灯不动？我以我的角度来看啦，每一个人，只要你是每一个人，我都觉得你都可以尝试，都可以投资这种健康型养生的这个阿罗拉系列了，因为它最终就是能帮助我们。我是这样。跟大家推荐了，因为我介绍我的朋友和顾客，另一个也是有脊柱侧弯的，同样也是有了改善，所以我就很坚定，我自己也买了，因为自己为自己健康投资嘛，就像你买其他的裤子衣服也是一样，但是你买这个它就有一个远红外线功能帮助我们健康方面的，就这样吗？对，就是这样了。我觉得啦，你要想注重健康、注重养生的人呐，我觉得你每个人都需要去投资这个一系列的衣服裤子了。所以你觉得 Ara Pants 呢可以帮助到很多很多的人？确实，因为它这种温热效应就是能去除大部分现在人所出现的一种症状，比如说颈肩酸痛、腰背酸痛，每一个人的都有很多来了啊。其实就是算一个风寒症这些。侵袭我们的身体啊，使我们的马色变硬，筋变硬，所以血液循环不好了嘛。所以很像你是一个中医师，当你在帮人调理的时候，你都会再叫他们配合这个 Ara Pants 一穿，会更好的效果是吗？对，更好。我调理只是一时而已，它能撑多久？啊，你要穿这一套，你整天24小时，你穿20小时，它20小时效应；你穿2小时，它2小时效应，就是这么简单的。哇！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样了。哇，你看我们的中医师他们都这么认为，这个 Ara Pants 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穿的一个裤子，因为它太方便了，只是穿而已就可以得到一个远红外线的效果啊，就是得到那个远红外线的那个功能，然后去调理你的身体，甚至帮助你的血液循环。所以连中医师自己本身也是会有这些问题啊，你看连他自己都会全身都会穿来做这个保健。啊，我们不可能每天就是站在外面晒太阳啊，你也不可能每天找人家去按摩啊，只能每一天去做治疗。可是那个只是暂时，它也不是真正帮到你一个长期的。因为你去按摩去治疗也是让你的血液循环的，对那些东西散开让你血液循环。中医不是讲吗？通则不痛，就是你通了那就没有这种感觉了。对，听到了吗？痛了就是什么？痛则不痛，通则不痛，痛则不通。就是同样的道理，对耶、谢谢我们的中医师，我们范师傅跟我们分享为什么 Ara Pants 可以帮助到这么多人，连他都这么认为每一个人一定要穿我们 Ara Pants， 是不是鼓励大家呢？如果还没有尝试 Ara Pants 的人呢，或者听过的呢，或者还是你已经买了还放在橱里面都没有拿来穿的呢，真的是要鼓励大家哦，一定要很勤劳的就是拿回出来穿，或者是去了解更多关于这个 Ara Pants 到底怎样可以帮到你。所以谢谢我们今天的范师傅的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聊啦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拜拜。